tinham feito.开 party 吗？哎 ，hello， 哎呀，超眼力！哇塞，是不是挺好看的这个车？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吗？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张姐好，李总姐 ，Hello， 超眼力。你们为什么来这个节目？我听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好像是就是可以录那种短的那种视频的影视化的影视化，因为是可以还可以导，还可以编，对，然后还可以演。因为拍戏的话，它时间太长了，你得等个半年才能看得到，就比较快。对，我不一样，因为我发现我年轻时候都演妈啊。20多岁的时候，我演了各种人的妈，对，我真的没拍过一个彻底就谈过恋爱的戏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啊，又找我，哎，很开心啊。然后我就特想设计点那种特别玄幻啊什么的，因为我会发现没有这种类型的戏找我。哦，你喜欢这样子的？对，我喜欢比较落地的。我就是想拍一点校园，因为就是没有过那种大学生活嘛，就很想体验一下那种校园恋爱。对，那是挺美好的。哟，嘉宾来了！啊，妈呀！这是，哎，来了！这是谁呀？呀，这我不认识吗？哟，明道哥，明道哥哥，明道哥，你好，我叫明道。啊，我是李彤，明道你好。超越都知道你了，都看过你的戏，从小看。对，王子变青蛙那个霸道总裁鼻祖。哎，那你们觉得哦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你们三个谁愿意争夺我呢？要争夺吗？那就当然要争夺，我只能跟一个人搭档呀。你看，这是有点拒绝的笑容，我觉得是吗？是吗？不好意思，你现在可以先下去了。好，再见。你们没人要争夺我呀！比如让您拍一个偶像剧，你喜欢什么风格？对，我现在想象到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场景，就是在这个天气下雨。啊，我不喜欢拍雨戏。哎呦，会把发型凌乱了，哎、不好看。不要想到那里，微微的雨，不是。不是像拍戏这样啪啪，不是，就是小小的戏啊，那还挺好的。然后有一个电话亭，就想要躲雨嘛，然后就躲雨进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里面已经有一个人了。现在不会有电话亭了，妈呀，这电话亭能装下两个人吗？哦，你们怎么都想不到？可是现在没有人用电话亭了。你想一个当代一点的，公交站。也可以，公交站也可以。好，公交站。对，大爷大妈把两个挤到一起，身上有一点点湿湿的，黏黏的，黏黏的。人多的时候还会有味道，哎，热，然后就容易黏。OK， 下雪，大爷大妈。然后把两个人推到一起的，身上还有一点点雪花，然后拨开。啊，这为什么要拨开我身上的雪花？又不熟，第一次。哎呦，我不要干这活！完了，他编不下去了。我气死了。其实我是平行时空的摆渡人，对吗？因为三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是平行时空遇见你，你们将可以跟。明浩，刘宇豪。那现在呢，我要介绍我有一个搭档，因为总不能你们都两，对不对？我也要搭档，不然我一个人太可怜了，是不是？我掌声鼓励，欢迎我的搭档一景。哇，欢迎一景。姐姐们好。大家好，你们好。现在我们全员到齐。出发喽！
三位女主角即将踏上由男主角准备的浪漫之旅。首先，他们将根据主持人展示的三个线索，猜测男主角是否与自己的创作理念合拍，并进行选择，共同经历一次浪漫初见的搭档选择初体验。哇哦，好期待呀！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。小王子音箱，音箱，然后里面还有准备其他的。对，音箱不是重点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会弹吉他，他给我很清爽的感觉。嗯，所以有什么想象吗？看到这个，有什么想象？看到这个东西，下午茶，一个桌子，好多好吃的，我在那儿吃着，然后他在旁边弹着吉他。男人，你想象的那个画面是什么？就像很自然的状态，比如说树林啊，户外啊，很舒服，阳光啊，对。好，谢谢。那你给他们看第二个。第二个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很喜欢。所以你们知道这花是什么花吗？不知道哎。这是雏菊。哎，但是它要是一个手环的话，就还可以。它手环像要进场啊，伴娘那种感觉。一彤，你对这个有兴趣吗？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。你说这个男生要就是制造点浪漫给女孩子，这有多么困难呢、啊？真是的，还不如直接就写个名字呢，真是。你可以直接写名字。好，行了啊，我们来打开第三个。第三个呢，其实我看了这个东西啊，我是觉得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啊，这里面，你们传阅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应该是一个很爱旅行。这个字好像不太好看，跟我差不多。嗯。这字很开心遇见，很开心遇见你，应该是一个很糙的男生。对，我在想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瓶中信，闻一下，有酒味儿啊，嗯，有米酒的味道，嗯，这是米酒吗？哦，但为什么看到它我会想到大海？不，这不是米酒味，这个是豆腐乳味，确定吗？咸豆腐乳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人很奇葩哎，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好想见一下呀、啊！哎，好想见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。那现在我们即将快到地站，我们要在到站之前，我们要选择出来，就究竟谁想去找他？谁？哎，大家都不想了吗？我去吧。啊、姐姐先，反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对吧？怎么样？一会儿给你们发微信啊，咱们见个群。好想知道你看到谁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会看到谁。想见你。开始会想比较多，因为就觉得哎，好像男女组 CP 这样，但后来就理解之后，其实他是在不同的时空里面，完成了另外一个偶像剧，所以他可以是另外一个你，然后可以完全天马行空，其实很好玩。我的浪漫，我会觉得是你有身体力行去做一些事情，这件事情可能它并没有多么特别，但是因为它突然的出现，你在用一些心思，然后让对方有一些惊喜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浪漫，希望他可以给到我希望呈现的一个粉红泡泡。